几只鲑鱼呢？上尾。千五两。靠，即摆有千五的计数。今天有整只鲑鱼哦，无济三只尔，嘛对吧？三只尔。惠山闸，俊吉闸。三只尔，后一个清洗了。后一个清洗就好啊。鲑鱼几只哦？第三个清人。对哦，第一只第先来抢啊。第一个清洗，第二个清洗，第三个三千六，清洗了三千六，哈哈哈哈哈，什么来清洗嘞？有，五百个，穿雨鞋，因为这个有那个，我有说过啊，那这个有雨的水啊，你如果不穿雨鞋的话，回去要洗脚啊，回去要洗脚啊，洗鞋子很麻烦，所以穿雨鞋。雨鞋比较简单，就是用水拨一拨就好了。贵金凿，好鱼啊！我相信这东西，你相信是咩无啊？就是讲要结束啊吼。箱，这个东西一箱四公斤的呀。哦，这是那三 G 的，这四 G 的，这四 G 的，老板，六百了，四 G 六百，这是三 G 的六百，对啊，老板，这三百，三百块钱，跟你讲哦，昨天有一个在细品工作的，太高了，女生。他的脸书的头像很漂亮，然后传讯起来，抱怨，我建议你不要讲话，影响观看。我不管他是漂亮不漂亮的女生，我就直接骂回去说，看你的，乖乖看你的，不要在那边吵，啰里吧嗦，看不要看，不想看不要看。他就说，建议而已，不需要那种态度，说不需要你的建议。你像你这种人建议我已经收过几千条了，没有一个有用。是中人哦。中人。中人，你要从基隆出发吗？你现在从基隆出发，可以赶上。可以赶上礼拜天的礼拜天的呼吁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有香鱼，那个朋友羹啊，这个很好吃哦。我一直推，这个，超好吃的。吃了以后，你绝对不会后悔。金目鲈、头花鱿鱼、泰国虾，然后塔沟咖，今天有大王鱿鱼吃哦。然后石羹，然后九龙石斑虾仁小颗的阿根廷鱿鱼黄鱼虾仁有炒，这是炒虾仁啊，这白虾仁，然后昂沙还给不摸啊鹅啊，然后套 Q， 然后那是银花炉，然后花仓，那是石斑，另外一个石斑大小的，这小一点的，然后蛤蟆，另外一个蛾啊，然后虾卷，这样子，然后今天有三只鲑鱼，第一家1400，第二家1500，第三家3600。买到上尾一只上好食，3600。
然后今天的虾子是那个应该是蓝钻的吧，蓝钻虾。然后虾鱼今天是四公斤的，三公斤，之前三公斤600块，今天四公斤600块。今天虾鱼，然后大只的哦。现在这个价钱就是虾鱼快要没有了，你再不买的话，接下来就没虾鱼了。拜五那边就贵了，好声呀！无啦，拜五那边啊，是吧？我啊，我用个贵啊，烤鱼啊，吼。哎呀，跟有啊呢，跟有啊。烤鱼呢？烤鱼哦，烤鱼哦，烤鱼都卖呀，烤鱼都卖呀。哎，关键唔少。哦。烤鱼都卖呀。烤鱼少，烤鱼。你有单位啊？烤鱼无啊？烤鱼都少哎，遐尼贵啦！啊，普通一张鞋啊，鞋嘞。别管价。刚才我在讲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我这现在是手持麦克风，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同时拿手持麦克风同时讲。那个。功能等一下去土城哦，你现在等一下去土城干嘛？今天有干贝，水也要就冰牌哦。利尼亚，得给你啊，包三千块吧。莫利尼亚，酱油好快，没有那里，贵气贵。等一下有干贝，对，收了啥？叫卤啥？那个，因为香鱼，它现在四公斤，之前三公斤，现在四公斤，所以今天要更便宜哦。今天香鱼又更便宜，香鱼快要接近尾声了。一礼拜无啊？对啊，伊这计数差不多啊，要结束啊。
八了啊，八了，八了，八了。你说昨天的直播，你说大昨天那个竹北哦，我觉得还好啊，竹北要带很多。对，听你现在要叫你儿子来买，会跟你啊。哎，你干不要我买，干不要我买，几包我吧？三包五百，三包五百，三包五百，我拿一包给你看。这样是一包，这个 size 我看一下，大概是。这个 size 大概 2S 的，这个在 3S 2S 到 3S 之间的啦， 2S 到 3S 之间的，然后三包五百，三包五百 ，OK。你要三包哦，好啊，没有问题，先帮你留三包。登录上啊。那个今天大元应该是那个阿松跟那个大番薯，对吧？阿松应该大元是阿松跟大番薯对吧？大番薯一下你知道不？大番薯是伯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讲了，我听听到是。我讲今天大元是不是阿松去哩，跟大番薯去哩？是啊。你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你问老公哥，我给老公老公哥啊，我是绿箭鱼大番薯。你别，我问伊不要紧啊，我那不要紧啊，你白我问啊。这个怎么办？你说我下来，然后叫我留德，下来，然后叫我留德华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球，一百块啦。这待多久啊？可以。可以放7749天。啊？7749天。待冷冻库还是待？买7749天。饭店早，大王有一只章鱼脚，有可爱鱿鱼。提成你什么时候到？好。提成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有，我弟等一下就直播了。那个大王有一只章鱼脚，鱿鱼花。没那多钱啊。他真的蛮像大番薯的，好要你啊、哦！来啊，
虾卷200一箱香鱼 ，OK OK 没问题。现在还有啊，来就直接拿就好了，不用怕。八卦山现在八卦山是我必去耶，八卦山现在是我必去。蓝不交，三班，先顶三班，先三班，先三班。人不交，啊，他不要留啊，还讲，我打出一盘了，对啊。真的面，对啊，真的这样呀，他给我，哇，不是啊，这个比较不算错啊，我讲你起来哦，只要你够十八块就好了，你来，只要够你够十八，变啦，我看一下，变啦，龙王小琉球蛤蜊如果屠杀，用高粱。看版面怎么了？我要看版面，我为什么要看版面？怎么了？哦，在这里。我的摩托还没来得及，我的摩托还没。我都看点不回罗马，我都是点不回罗马，我废了。别啦，要不就别。要罗马呢？哦，下次罗马300，要不罗马300，要不罗马300，800，那金毛也来，金毛超过来，金毛。那个留货我知道啊，那个苏立青，苏立青那个有两个人留货，一个是吉成，然后一个是立青。阿立青，那等一下来拿，因为现在很多人没关系，那来就有了。他吉成，我刚才问他几点到，他没有跟我讲，所以我现在还不确定要不要帮他领。帮你留金鱼、剑尾鱼、花枝条、月亮虾饼、桃腰，你是说在这边吗？好像你说你来这边还是要去桃园啊？9点到，9点哦，9点，9点，9点才开始，我们到9点才要开始卖。哈哈哈哈哈。开始时候刚刚好。OK， 那个现在先卖掉好了。大王，大王鱿鱼是章鱼脚跟科花鱿鱼啊。那我帮你留300、200好不好？大王鱿鱼是300，章鱼脚300，科花鱿鱼200，可以吗？温宇纯渣。可以的话，我帮你留。那个大王鱿鱼是300，章鱼脚300，科花鱿鱼200，可以吗？香鱼要整箱是要用袋子装的，好，那就先放在箱子里面，你来了再装。整箱600啦，怕亏贵贵吧啦，怕亏贵。我伊讲无要箱外，要规落用落个袋啦。好。那等一下，因为先放箱子里面，来的时候再帮你装袋子。一百要钱啦，我无啊。啊？一百要钱啦，无啊。章鱼脚从价？对啊。我今麦问伊300袂无？可以哦，阿姨，大王鱿鱼是300。章鱼脚300，科花鱿鱼200。好，那现在帮你装哦。大王鱿鱼是300，章鱼脚300，科花鱿鱼200。现在再帮你装。我跟你讲，300有点想吐。大王鱿鱼是你要吃很久。